Hello， 大家好，楼住有缘人，我是 Alpha Lam， 嚟自美联九龙豪宅加多利山分行。今日我带大家去九龙塘，跟住又再去游一圈，睇下一啲嘅屋仔啊，跟我一起嚟。首先带大家嚟到新德园，新德园位于九龙塘一个低密度传统嘅豪宅区，希福道一号。共有116间相连式的排屋，五座分层，于区内属于大型的屋苑。今次我为大家介绍的是一个2059平方尺四房双套，当然有工人房，还连埋两个车位。新德园的楼龄大概有36年，校网41区，当然是九龙塘吸引的地方。连天台有四层高噶，所以再大家少少时间继续欣赏啊！但系当然净系睇片系唔够嘅，约个时间去到现场，我哋一起参观一下。如果你对我刚刚介绍的物业有兴趣，请你抄低我的电话，任何时候都可以找到适合你和你家人居住或者投资的优质物业。同时如果你是附近的业主，也可以透过我这个视频去介绍你的楼盘，找到有缘的买家。下次见，拜拜。